早啊，早上起来被羊叫醒，服了。天哪，这多少只羊啊！你，哎，你是哪里人？巴音布鲁克，巴音新疆人。那您是少数民族吗？蒙古族。蒙古族，哇哦，蒙族同胞，蒙族同胞对我的望远镜最感兴趣。你买指标吗？你？啊，对对对，是我是我，谢谢。这是我哥，关注你了。啊，你好你好，哥哥，你好你好。我前天就关注你了。哇，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。那么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觉得，在找寻自己的路上吧，通过一段时间的阅读，通过一段时间的和大自然的接触，通过一段时间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接触，然后呢，通过和远山的接触，让我能把生活的本质，或者说我该踏向何方想清楚吧。最近非常的迷茫，因为大家知道我辞职了嘛，然后走上这趟旅程，所以安静一段时间吧。